第三十课，祝你一路平安。Let's read the new words together. 该登手续护照机票带问好顺丰 Let's watch the video of text together. 咱们一起照张相吧。好，请把照片发给我。该办登机手续了，护照和机票都拿出来了吧？别丢了。那咱们就在这儿说再见吧。别忘了给我们来信。忘不了。回去见到西蒙的话，请代我们向他问好。我一定转告。一路顺风，再见。再见。Please read the text after the video.咱们一起照张相吧。好，请把照片发给我。该办登机手续了，护照和机票都拿出来了吧？别丢了。那咱们就在这儿说再见吧。别忘了给我们来信。忘不了。回去见到西蒙的话，请代我们向他问好。我一定转告。一路顺风，再见。再见。Now, let's learn the text.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text. 照完相后，莉莉说了什么？
请把照片发给我。莉莉会忘了给他们来信吗？她忘不了。小叶拜托莉莉向谁问好？西蒙。Now, let's do some exercises. Dialogue exercises. 明天我就要回国了，我来向您告别。行李都收拾好了吗？都收拾好了。祝你一路顺风。让我们举杯，为我们的友谊干杯。干杯。回去见到直美的话，请代我向她问好。我一定转告。祝你一路顺风，再见。再见。Now, let's do some exercises. Speak freely. 亲爱的老师们，同学们，我明天就要回国了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。刚到中国的时候，我连一句汉语都不会说。感谢老师们和同学们的帮助。现在，我已经会说很多汉语了。虽然时间过得很快，我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。感谢你们。That's all for today's class. Please complete today's homework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. See you next time!